面对出口制造业荣景不在，中国刺激内需消费，那么在这里头呢，中国希望能够发展的是什么样的产业？事实上的答案跟台湾几乎都差不多，第一个就是电子商务，那么它市场很大，这点会发展的比台湾快，现在也证明比台湾好。第二个是通讯产业，这一点呢，它的手机业务各方的崛起也比台湾好。其他的几个答案呢，就包括了文创、低碳，还有很多的包括一般的服务业等等。那么由于市场规模的关系，当然它所拥有的腹地跟所拥有的整个市场的需求的可能性都来的虽然比台湾后发部队，但是可能都来的比台湾呢可能机会来的更加的多。我们特别来到了在2010年举办世博的地点，这个叫称之为叫后世博战略，但你与其说它是叫后世博战略，不如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希望将来能够发展的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像阿里巴巴电子商务这一类型之外，他们希望发展的文创产业是什么情况？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型的松烟。2010年上海世博，披上大红外袍的中国馆，黄浦江两岸5.28平方公里的园区，曾让世界在此看见中国。新上海如何再创华丽？我们整个园区现在后续开发的总体定位是什么呢？我们讲是要把它打造成为一个上海21世纪的标志性的世纪的公共活动中心。像上海现在的未来的开发，要这么大的成片的开发土地是很少，基本上是没有的。像是画一个梦想，负责规划后世博的上海世博发展集团，在昔日1轴4馆的世博轴上，带我们远眺上海的梦想，以崭新的风貌续写新的动人华章。园区将形成5区1带的功能布局，及文化博览区。划黄浦江两岸的5.28平方公里，以5区1带来规划，分别是浦西，以大型博物馆为主的文化博览区。保留当时世博生态馆，如今以文创为主的城市最佳实践区，而浦东方面，当时的世博村发展为政务办公社区，囊括了国际企业和央企企业总部，则规划为会展及商务区。最后，龙浦大桥附近的后滩拓展区，为未来上海的发展保留梦想空间。这么说吧，后世博的5区1带将成为世界级的工作和文创社区，而且建筑标榜节能60%以上的绿建筑，打造绿色低碳城市。它大部分是采取最新的分布式能源的方式，今后也会结合我们讲的新能源，包括就是光伏发电，对吧？这些新的能源供应方式来供应整个园区的。上海人自己说的，打造新上海是一场实验的革命。仿故宫和天安门而建的东方之冠中国馆，如今变身为中华艺术宫。很多很多历史留下了一点传统，很多很多传统留下了一点品味，很多很多品味留下了一点意识。北宋那个汴梁的那个《清明上河图》，给了我们中国人很多很多思考。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除了经济的 GDP 以外，更重要是文化的含量。中华艺术宫将站在国际企业总部进驻的会展及商务区，述说中国艺术和文化。负责经营的上海美术馆说，他们要打造上海的巴黎左岸。巴黎、纽约、东京，包括我们上海，
如何一个城市它没有了文化，这个城市它没有活力。我们展望五年十年以后，有一块中华艺术宫，这个红岩式的斗冠式的中华艺术宫，它里边有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核在里边。另一个精彩的意外则个性的挺有想法。从1955年就有的大烟囱，本没及大爪子的南石发电厂，不可思议的，在世博成为城市未来馆后，2010年开始又转身成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因为它原来是这样一个发电厂，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它的挑高特别高，我们最高的挑高有28米在室内。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黄埔这一片区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的大烟囱。然后这个烟囱里边它有特别一个特殊的一个声音效果，你在里边你发一个声响，拍击一下掌，你会听到这空间里边那种回声，所以你在里边哪怕是一个人，你都不是一个孤独的。觉得在今天，当世博过去以后，当这个全球化成为一种想当然、理所当然的全盘接受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我们确实是一个时间节点，要反思我们的未来，就反思就是除了硬件以外，我们怎么能够在为后面做一些铺垫。14年前，带着几千个单字就勇闯法国的巩燕，和许悲鸿、赵无极师出同门，他对上海充满梦想。而且不止世博园区要打造成世界级的文创低碳社区，和世博后滩公园隔江相望的徐汇滨江地区还将打造传媒港，找来美国梦工厂动画及兰桂坊集团，誓言要成为亚洲顶尖的动画娱乐基地。上海的战略是什么？那是一个城市的能量，一个5到10年之后你能期待它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的能量，那恐怕也是我们最羡慕的，能做梦的城市力量。